现在陪我妈去取快递，跟我妈在网上买了个护腰的，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我常常看到那些老人家腰上都绑一个那种支撑的固定的，我在网上买的是那种带钢条的，现在去取啊。我们这边哈取快递就是说给你一个码，然后你就到一个固定的定点的一个区域，按照这个码去分区位，然后找到自己的快递，最后再扫一下码，这样就可以了。这边全部都是安置小区，这些以前都是农民嘛，最后被拆迁了，然后就盖这样的房子，大家一起住。然后来找我的，先找区域，再找第几层，再找自己的码。11-4123-4-5007。来了之后才知道我买的猫粮，走路来的就扛回去。好了，现在找我妈的。我不晓得今天是那么难买，难买的，到难买的很。现在缺少的嘛，我门儿嘞。哎呀，我们跟门儿才那个，你才要1000块钱，小宝宝贵，你那个更贵，60元一包，你敢吃包多？那他不吃，你网上买要便宜些。他就是网上买的生娃子，那肯定嘛，他不吃。那我啥的嘛，把关上，瘦肉都不吃。你这门你这门是要想走，我的那边喂的门，跟你说连鱼都不得吃，只吃猫粮跟罐头。我不想往年我就觉得你们都好卖的嘛，嘎买菜，只有今年子不好卖嘛，嘎卖不完就留着自己吃吧。自己吃完啥的嘛，就这个你说你吃不到，吃不完，吃不完就送嘛呀，到处送嘛。这都有，人家送就人家吃，人家都有嘎。妈吃不吃芹菜买着嘛？香芹菜，称一斤嘛。哎呀，我不好拿的嘛，天哪，这个都好重哦。啊，好好好。哎，管他照顾买点那是。钱我给你扫。哎。姑婆，你不买了？我等一会儿，我要走。你要走？哎，我等一会儿要走。这偏偏就是不骑车子那年就拿这么重，我最后决定还是回来开上我的宝马车去载啊，太重了。走到门口看到肯定是二娘来了。二娘，哎，哈呀，我说只看到车子没看到人。你说我买车子嘛，我这宝马的嘛。二不得再重哈，我带你看哈。啥你妈说，我说你乖。我没拿手机，我说我来问啥子你，我拿手机拿了，冷的他跟我说下流量，我又下不来，他跟我说走冷静下，里头介绍，我下不来，我弄不来，我说，算你妈皮，你这老娘下西，哈哈哈哈哈，我在想他看不到算了，看抖音他看到，看视频就看不到，看视频他说我不得流量，哦，那看抖音看到就有流量，我二娘又拿了落不来。他拿了，哎，啊，打开看一下嘛，哎，不要你的嘛，我来试试看，来，几根一根嘛，几根，你这儿哎，那很喜欢用暴力，不合适，它是配套的几种，穿的里面嘛，这个要打个号，比上次的。我妈回来就跟我说，看到很多台湾老年人身上都绑了一个这个，上次我就买了，太小了，妈肚子很大，去台湾长胖了，然后这是换的，脱了。脱了嘛，先脱了。哎，可以。粘了嘛，粘。不必了。都还有点小，肚皮好大，粘紧点嘛。就在我拉紧了才。哦，江湖事，可以了。那再把衣服穿起嘛。好了，可以了，煮饭吃喽。又是豆子，我的天哪！豆子、萝卜一大堆。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就是那个牦牛肉，吃了只剩下最后一块了。有观众朋友说想要我拍一点做出来的样子，其实就是卤啊，我就是卤的，卤了然后跟妹妹啊他们一起分享。王平他也有吃到这个牦牛肉，待会儿我来把它加热就可以咯。今天中午要煮的菜，萝卜，这只红皮萝卜看到没有。好了，这个饭是昨天的饭，然后还有就是也是虾，也是昨天的虾，昨天剩下的，今天都吃昨天的菜。好了，等待开饭哦。每天下午哈都有邻居来找我妈聊天，找我爸聊天，很搞笑哦。然后有时候是围着火炉在这里烤火，
因为下午都没什么事情做嘛，上午呢有些要弄小孩打扫清洁打扫卫生，然后上午中午吃饱饭就没什么事了，大家都会来我家听我爸讲话，很搞笑。那我来把它切出来，牦牛肉太烫了，刀工有点烂。牦牛肉长须没坏，牦牛肉好了，吃饭喽。牛肉吃起来怎么样？可以啊，可以哈。嗯，比我们在外面买的牛肉感觉口感要好一点，就是我炖的比较软。嗯，从餐室动出来哇，你是？我来，我上你上去。哎，等下等下。来个上飞，我操！嗯。我咋病了？我啥肥啊？乖子，又见那么多乖子。哦，哇，好多乖子。他眼睛看着一边吃，一直还一直加水。一边剪视频，一边泡脚。好像听到二娘的声音了，怎么还没看到啊？是啊，连蜜蜂，连四个连蜜蜂，你把剪下来再跑就好了，小娃娃比较好。那个肯定是。是啊，你看人家不要钱的嘛，你看。他们家不要钱。嗯。你人家，你看嘛，你听到了，人家得说你去烧。对，他那个烧香啊的，他摆这儿干。我们自家摆去。大把香摆。都要花钱买一个。都要花钱买去。那地上好干净个，你给没看到渣渣嘛？人家还招待这些烧香的人，也有表钱。哦，今办酒碗。办酒碗。哦，几十桌才起。等一车也办不了那么多的，他反正就办那么多嘛，你愿意去的，像你这些烧香的啊，你想去都有你的位置。全世界都有流浪汉噻，还给流浪汉还要单独准备一个区域，让流浪汉今夜来搓一顿。他这些就做素的哇噻，素的，他是素的，但是做的相当好，味道漂亮的很。哎，我就想到他做素的。我们这边我们不得了，我不得了。我们人家来了当官的，多大官，你跟老百姓也是一样的，和买菜啊这些。那你不当起。你要跟他那个来，家这时候，过年马上就回家去。走路都是拽那个，换上去走。我们家多大劲？哎。你卡没？那边当官的人，哎。哎呀，他害怕老百姓，他怕老百姓，他还倒怕了，他倒怕了。他害怕老百姓耍不得，嗯，你害怕，嗯。我们这当官就不得了了，哎，哥，你过这四个，你把我一块瞧去，你把你四处当官了，要我一块瞧去。你们哪块儿的？哈哈哈哈哈哈！你妈狗，他说你妈。你是不是当官的嘛？嗯，你把我一块瞧去，你。哎，当官的时候，你把我一块瞧去。哎，嗯，跟你说，那边当官的哈，经常到办活动，请这老百姓吃喝玩乐、抽奖。上台讲话都是啥子？给他机会啊，让他好生带着为大家服务啊。等于是说，我们给他机会，他才有机会向我们服务，想帮我们做事，意思是这样子。哪个意思？要那种农民嘛？我没在过这个，那你打电话谁搞东西？贵东西。我在现在没。哪里？底下。不了。那不了。那嘛，台湾的，上一下。台湾的哦，就那一零的嘛，我拆了的就在家上点儿。你那有饼饼啊那些嘛，不得好多了，东发西发的，还有一些跟娃娃些留这儿干。他才出的。谢老板，走我走。厨房头走。我们拿这么多红烧来哦。你这种红烧那卖到卖好钱、啊，卖不到钱、啊。还有个这个又不得好，我光身。做红烧稀饭噶，这又不得好光身呐、啊。不得好光身，丑说你意思是？哎，但是丑是丑，味道好噶。大个，想走噻，想走。瞧我们这一代的，你走起来也不该洗他去。我说算了。嗯。如果有那个机会，你想不想去嘛？那不想去。还是想想去，不可能嘛！你走到外头去，你把车轨子，他就不要脸。房子大一座我都不要了，我都要不要？本地还不要，本地还不要哎呀，哎不稀奇。哎，
你要说个洋白话，就我死了都这儿的了。对呀、啊，好多人都是在你妈那个高头那我。死了都这儿跌了，哎呀，他我妈过去，他过去高兴的很了，一天脸都笑烂了。但是他回来过，他就说不好耍。他回来又说不好耍，一天愁眉苦脸的，一天在卖菜。你看他又跑去卖菜去了。哎呀，的那边我硬是一天都听他的笑。你这边跟男的听他笑哈。那边不一样。嗯。